马上欢迎我们今天四位特别来宾，来欢迎梁鹤群，好，好，还有汤少远，有吗？有吗？还有杨千霏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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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那基本的不是不是，南哥，我们有最重量级的嘉宾啊，总经理啊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开玩笑，阿总，阿总，阿总好，哎，台湾孔流，台湾，对对对，台湾肿瘤啊，台湾肿瘤，没有，现在瘦很多了，很多很多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子？但太瘦不好，我刚刚看以为他生病了，没有，很好，很好很好，很健康，很健康，有什么事要跟大家讲？没有没有，我一定第一个打电话给奶哥，然后先把它写下来，是是，谢谢奶哥。知道吗？奶哥是演艺圈里面唯一还在用小电话本在记电话的。好怀旧，有时候有时候画好几个月，他改电话号码，对对对，画好几个画掉，重新修正。哇塞，哎呦，这个今天唯一的女士啊，对啊，哎，她不是她不是女士吗？奶哥没有把我当女生，女孩，是是是，女孩女士，女士女士，对对对，太棒了，两个孩子的妈，是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，越来越笨了，不是看看不出来，脑雾脑雾，我真的能帮她上一些 game show。他还是一样很漂亮，我想来就是捧捧场，想说祝贺一下新节目，是不是？对，太棒了，感谢感谢，怎么样？要装备一下。喂，哎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因为我也隔离了一段时间。哇，真的？哇，你一直隔离一年了，这么久啊？没那么久，没那么久。对，这么久没看到大家，你知道刚刚在幕后有点可怕，因为刚刚三位前辈在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婚姻有多可怕？我才刚结婚六个月。对，哇，你要聊这个，奶哥可以跟你聊一个带状节目。奶哥结婚多少年啊？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是是是是是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来梅花扑鼻香？我只能说好险，我还没，还没加，早晚会轮到。你考虑一下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是在谈婚姻的节目哈，我们现在是尔虞我诈的，真的，对，类似了啦。我们今天来看看谁是好人，谁是间谍。好，各位移驾左边来，加油，来。前面抽一张，就这个啦，就这个啦。先不看啊，来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来，你们先冲。好，那双冲好，我的来了。哎呦，好，现在唯一，现在看看自己是好人还是间谍。来，好，我先看啊。很会做菜的间谍。好，这个脸做菜很好，像个赌哦。来，他的间谍就不好抓了，关键天然笨，天然笨，天然笨。前辈你很聪明的，没有，因为我们的节目就常常是啊，就是到底他是间谍，当他笨得很自然，我抓不到。哦，对，他很厉害的。来来来，小哈，我是不是？来。小哈哥，你要不要半蹲？我们不要都这样看着我。小哈哥会不会比较好抓？因为他的表情会很明显。为什么？你看他会啊？你是颜面神经失调？脸来来来，肿瘤肿瘤。你看真的瘦很多，太瘦。好你。哦，好啦，来来来，来一个。现在谁是间谍，心里有数了啊。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压力呢？哎，来，各位画押了啊，画押，所以改变不了你是好人或间谍的命运了。好，一个间谍，四个好人，任务成功奖金进入公积金，任务失败奖金进入间谍金。行装奶哥要从任务过程揪出谁是大间谍，究竟谁才是大间谍？游戏即将展开。马上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三文鱼是什么鱼？请作答。三文鱼好像有听过。这一题要是有人答错的话，哎呦，那个肿瘤肿瘤，哎嘿嘿嘿，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写错了？啊，笑眼鲑鱼，鲑鱼，你是什么鱼？尾鱼。哇塞，这世代真的不一样，太好抓了吧？这个尾鱼三明治不是三文鱼三明治哦。是鲑鱼是不是？尾，你有吃过尾鱼三明治？你那个尾，你那个尾是尾鱼，但是它碎了，那个碾得很碎的那个，像罐头一样。我以为是这个，那是罐头。松。哎呀，对，全对，全部都。我们全部都是鲑鱼啊！你这是装的，你这脸就太拙劣了，这间谍太好抓了吧？各位，
不要这样，世代不一样，对对，真的世代不一样，好像还小，还小。我们常吃，我以为是宽带。现在谁吃鲑鱼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妈妈吃鲑鱼啊。鲑鱼，哎，生鱼片呢？啊，三文鱼是鲑鱼哦。啊，Simon Templer。哦，塞门甜不辣啊！来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鲑鱼。对呀。鲑嘛。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饶鼠肉是指猪的哪个部位？请作答。哎，哪个部位啊？哇，这个小腿。他笑脸了。小腿。对啊，喵鸡阿爸。猪臂。那为什么？喵鸡阿爸就是那个猪的那个腿。这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不是开玩笑。你讲话很正经的，我主持过美食节目，做那么多美食节目，对哦，对耶。喵鸡阿爸那个妈妈去市场说，哎，我要买喵鸡阿爸，就是猪的腿啊，猪的小腿，腿裤或者是，怎么可能小腿？真的啦，你是脸颊，脸颊啦，老鼠就是那一块很小嘛，所以叫老鼠，老鼠个子很小嘛，所以那一小块而已。那你后小腿是一整个蹄子，就叫可能就叫我们叫脸颊叫嘴边肉，猪脚了，对不对？你呢？因为我想说这里叫小老鼠，如果有多的那个，那猪不能这样吧？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是猪？你有看过猪站在那边，然后谁啊？啊，这个很短哎，靠！猪的手臂啊，猪臂这样，猪臂这里，老鼠肉。很合理，好不好？哎，各位，那还有叫猪尾巴的，猪尾巴有没有可能就是？那只是从形状去判断，因为真的这个我真的比较少听到。哎，没有一样的，只有两个脸颊。你说没有脸颊，我们有三个，我们三个脸颊，哪个脸颊？对啊，嘴边啊，嘴边就脸颊肉，嘴边肉啊。你看那个猪啊，有时候在甩的时候，两边会甩来甩去。要不要让我来比较传统？就是会甩一下，就是不对，这个就是老鼠肉，老鼠肉，什么小腿？你自己 Q 的哦。啊，你看每次节目没得做，怪怪的。哎，我们也不见得对，搞不好他对的。对，你怎么可以？正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后腿肉，因为猪后腿的外观肌肉隆起，看起来就像一只老鼠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嘞？很震惊哎！我跟你讲，你们那个所以那个嘴夹肉哈，那个叫做梅哎猪菊好像叫菊花肉。菊花。他校园这一题这么认真答，他就应该是好人，懂意思吗？我也觉得真难呢，因为只有他懂。有没有？三句法。好，来哦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森巴舞是哪个国家的代表舞蹈？请作答。巴西，全巴西的。这一题间谍不敢露馅，不赖的，全对啊。焦凡凡算蛮聪明的。我哪是间谍？答案是巴西，恭喜全员答对，奖金 double 6000。double。好，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日本料理中以少量酱汁烹煮的锅是什么锅？好好吃，请作答。啊，好好吃。少量酱汁，哪个说他都不吃火锅，所以什么锅什么锅，比如说麻辣锅，这个不知道的真的就是错啊。对啊，哎呦，寿喜烧，对啊，寿喜烧，对啦，太多了就咸了。寿喜烧怎么讲？日文？我没有问你。哎呦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你的表现积极啊。哎呀，你们是间谍啊，你的表现。寿喜烧，寿喜烧是寿喜烧，因为要少量，大量就咸了，哎，对了，哎，大家都知道寿喜烧，哎，我叫卫生锅，卫生锅是什么？卫生锅，哦，我是蒸锅，卫生锅啊，卫生锅很好吃，但是哪个所以你是间谍？这一题写错太故意了啦！我真的不吃锅的人。对啊，哪个说他不吃锅？我真的不吃锅的。锅对我来讲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等一下，我要必须讲，我要谢谢凡凡。怎样？不然我本来写平底锅。好。你最难猜，你有时候那个叫天然呆。真真假假，假。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。好活泼。他每次跟我讲哦，他出来录影哦，就是出来放风，你知道吗？有，真的，在家里啊太闷了，好热情，他好开心哦。来哦，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是，
答案是寿喜烧。寿喜烧了，不是平底锅哦。来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哪一条河被称为打狗川？请作答。谁笑了？对呀、啊。怎么样的？哈笑远啊？哪里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溪流的溪要怎么写？高平溪呀、啊，看得懂就好。你要写那个溪溪进去的溪就好了。说不定其实是我们都可以，我们都算可以啊，提保真 OK。你要写那个溪进去，我们都算对。谢谢谢谢，提保真可以上。而且同一意思都啊，因为啊、喔，大家的水准都不高了。A B C 的 C 也让你过 ，A B C。高平溪打狗就高雄啊，高雄附近我想不到，我就所以，我刚才想打狗，我想爱河。对啊，高雄最有名爱河也对啦。刚刚奶哥一讲，我们都知道啦。对啊，你是想赚间谍金？哎呦，像那个嘉义叫什么？嘉义叫什么？就古时以前啊，高雄以前叫打狗啊。嗯嗯。高雄嘉义叫什么？叫侏罗啊。哦，侏罗，侏罗山呐。侏罗。对啊。啊，台南叫什么？台南哦。哎呀，台南啊。府城啊，对，府城啊，府城是南啊，这边写基隆河啦，这个也哇太急了吧，凡凡，打狗你都不知道吧？我不可以让自己这么明显，打狗是不是？因为我就想说，到底是基隆还高雄？这边都写爱河，浊水溪，哇塞，那是中间吧？因为我是北部人，浊水溪是叫西螺溪坎啊。塞雷去砍，对。可是我想说，是打狗，狗就挣扎在，哇，救命啊，好浊好浊，是浊水溪，好难猜啊。你也不知道高雄以前叫打狗，你讲了我才知道。我刚才提示，你讲了我才知道。各位观众知道吗？我讲，我也不见得对，我也不见得对。北部啦，好不好？正确答案什么？答案是爱河，高雄爱河的古名硫磺水打狗川、高雄川或一号运河。好了。来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红茶的英文是？请作答。哦，我奶哥有什么问题吗？奶哥？没有，我要写把英文写漂亮一点。奶哥，你有注重这个？啊？他就知道哎哈。Black tea。Bla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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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a。但我拼错，Blake Blake 还是 Blake？ 哎呦，你这刚才就站出去说你是间谍好了嘛？我真的拼错了，我以为 Black Tea Black Tea 哈，都你这个叫 Blake Tea， 我们算不算对？各位观众知道我们艺人的素质都不高哈。抱歉。好，来，正确答案是，答案是 Black Tea， 恭喜全员答对，奖金 double 六十。好，今天的这个间谍还浮不出台面。对，有点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脑筋急转弯，请问蚕宝宝为什么很有钱呢？这太难了吧？它有谐音啊！哎呦，孔刘厉害哦！没有，怎么了，哪个？他知道节俭，对哦，蛮有意思的哦。对对对对，脑筋急转弯啊，吐司，吐司也是啦，但是吐司的原因，吐司为什么很有钱？他会吐司，对，所以他每天都吃吐司，对，所以我们都只能吃青州小菜。就他吃的吐司有多贵？他就是便宜啊，所以他节俭很多啊。哎，这节俭是对的，节俭嘛，节俭。我也写，所以他很有钱呢。哎呦，对，那节俭他会节俭。但是我的应该也没有偏离主题，我叫纯宝宝，纯宝宝。哦，纯宝宝，很会纯嘛。我谐音，谐音，谐音啊，有道理。纯宝宝，纯宝宝，纯宝宝。你是什么？商业干嘛？爱商业，因为他很爱吃商业啊。你要好好解释哦。商业就是你要，你要好笑哦。你看，商业，商业，他很懂得商业模式。商业，爱商业。因为尿多屎多，因为他大便真的很多，大便就是黄金，黄金很多嘛。哦。吐司比较奇怪吧？哎，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正确解答什么？答案是因为他节俭。哎呦，对耶。来哦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5000元默契题。好，请问一想到金项链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请作答。金项链会想到什么事情啊？默
戏的话，好像别人不会。哎呀，比较没有头绪，都不一样啊。哇，不会，真的太有默契了。会从讲他是吗？卢俊硕，卢俊硕是我男朋友的名字。家里开银行。他是一个嘻哈歌手。哎，你俊写错了，是三。谁管你？为什么？嘻哈歌手都会带着又粗又大的那个金项链。哦，我们两个。所以我的想法跟他有点像。嘻哈有钱。对啊，金项链就有钱，马上想到。带金项链一定是结婚啊。可是满月也会带那个生小孩也会带金项链。你最基本的结婚一定会带金，带穿金戴银啊。凤镯啊。啊，是这样。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杨千霏这边是不是田乔仔啊？对啊，产条啊，也是啦，五级啦，有钱人，嗯，那个大带就怕人家看不到，对对对，因为大哥一样的意思、啊。大哥都会很有钱，大哥才不会，大哥都带枪，小弟才枪，带捞带枪，对啊，带枪，大哥带什么？带金项链，对，大哥带枪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这一题呢，好，默契很差，可不好烂，对，五千呢加给间谍机呢，哎呀，好来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六千元默契题，请问来到动物园，你会想到什么动物呢？请作答。动物园啊，这很简单哦，可是每个人想看的都可以了吧？对对对，很好想。最红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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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还红吗？我啊，对，哇，怎么了？太夸张了！你们两个写熊猫。台湾没有啊，台北市立动物园，你们都没有带小朋友去动物园，对吗？是名产啊，台湾也没有动物园最红的，台湾老虎，老虎，老虎太普通了，台北市立动物园根本没有老虎，有啦，有啦，只是没有很特别，都在休馆，我儿子都在生气，我都到六福村啊，老虎比较多，我都到六福村。因为我还开车进去，那很多的，这默契堪忧哎，不会对哦，没有，我们是一组一组的默契，对啊，三个我们俩，台北有哦，那叫什么什么远远还有什么团团圆圆的，可是动物园的 logo 是大象，对啊，林旺爷爷，对啊，从小看爷爷的，林旺爷爷已经死了，非常好激动，是，我刚才本来想写大象，但我就怕大家觉得大象太遥远。而且因为今年虎年嘛，对啦，对，要应景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想那么多。三个人答对啊，哇，那没办法，这钱还是加给间谍金，我们四个以上才算。间谍金啊是20000哦，间谍在偷笑。公积金是18000，夸张了吧？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最后一题10000元默契题，请问出国血拼，你会想去哪个国家呢？请作答。不要再那个了哈，这个总不会错了吧？新闻都有报，台湾人最喜欢去哪里血拼？你们如果再错，你就是间谍。不要激动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有人会错，有这种。10000哦，什么东西？你是间谍吧？我觉得泰国也是有那个可能性。你上一个写老虎，我们就算了。你现在弄什么泰国戏？泰国看老虎？哎，日本东西人妖吧？日本东西很贵耶，很便宜。现在是日元最便宜的时候，0.22多哎。不是，大家都听说买电器什么？哎，泰国现在还没有开放，哎不，日本没有开放，泰国开放了。而且日本的动物园也有老虎。完蛋，差一点呢，真的就差一个。好了，那五个人以上，也四个以上，还有也有10000了。好，我们加给公积金。耶！所以呢，公积金现在是28000，有人就好人，现在28000。我们的间谍金呢是20000，所以呢，但是这个单元抓不太到间谍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友善耶，好不好？还是有机可循。我是先把哈校园剔除掉了。对的。然后呢，小梁很激动。嗯，超激动，而且他也很认真哦，而且瘦很多，因为我是蚕宝宝节俭，对，因为他奖金发真的，我想赢，对，我知道，所以你们两个我先排除掉了，
他会不会是间谍想赢啊？会不会是你啊？我是好人。你好心虚哦，没有，我状态不一样。我叫杨千沛来分析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有没有看出来谁是间谍？我觉得哦，青老谭卡谭怪，最不可能的，就是最可能的对象，所以就是小梁。所以我觉得搞不好是肿瘤。哈总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你看，我那个喵鸡阿爸，哎，对呀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他是我也会猜泰国老虎那一个，应该是小哈，他故意用那个去博得大家的信任。你完蛋了，你这样子讲就是你，我也觉得就是你了。我觉得他，哎，但我觉得唯一也有点问题，为什么？唯一，我觉得他也有点问题，故意装傻。他才故意装傻，几乎都对，屎很多，你那什么答案？哪有几乎都对，有啦，对啊，什么屎很多，默契题还不错。什么叫屎很多？对，屎很多。仅仅只有两个人对你们讲，其他吐司的讲我屎很多。你说你觉得谁？我来从他们两个分析，对，看看分析他们两个。我真的觉得小哈绝对是好人啊，我觉得是吗？我觉得就是其实小杨哥很聪明，那但我觉得他的今天的行为有点奇怪，反常，就是激动，然后他知道我们应该都会对那题，他就会跟着对。哦，对，但是刚刚在分析，刚哪个在问分析的时候，我觉得千沛姐有一点点小奇怪，所以我现在怀疑他们。我哪里奇怪？我就是放出来很开心啊，我哪里奇怪？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认为谁在这答题过程当中呢？哎，扭扭捏捏、举棋不定，或者瞎写的？会不会是间谍？你也可以猜猜看，好吧？来，快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影片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我们继续下个单元，好 ，A、B 二选一。好，紧张员 ，A、B 二选一， okay. 这一题呢，你自己来取舍啊。到底我是间谍，我要不要答对？因为答对就嫁给好人。好，那好人当然想尽办法要答对，当然没错啊。现在一题是5000喽，好，一题是5000，要认真回答。麻烦先，好，请问四神汤里富有嚼劲的猪小肚是猪的哪个部位呢？猪的 A 膀胱 ，B 脾，请作答。恭喜答错，猪小肚其实就是猪膀胱。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叫猪小肚？是不是就是我们吃那四神汤？对，四神汤里面有切的那个，对，脆脆的，对不对？脆脆那个，哦，那膀胱啊，哎呦，膀胱啊！难怪我最近我在吃猪的膀胱啊，难怪膀胱这么有力，以形补形啊，吃膀胱补膀胱。对对，哎，那猪腰子是什么？猪腰就腰啊，哦，肾，肾啊，哦，肾，肾啊，牛记啊，牛记。好，好来，我们下一位，请问青蛙撞奶是什么加什么 ？A 珍珠加鲜奶 ，B 珍珠加奶茶，请作答。这个应该不会错吧？恭喜答对。这个你要演错也很难，你知道吗？会变得很拙劣。你为什么要演错？不是，我说我当然我要对，可是我说你这一题太。哎，不一定哦，有些人就不吃这些东西，他真的不知道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真的还以为是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就是珍珠奶茶，因为在士林那边一开始就是珍珠撞奶，不是从那士林那边开始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叫珍珠撞奶呢？对啊，叫青蛙撞奶，因为它那个珍珠看起来像那个青蛙的卵嘛，青蛙蛋嘛，蛋，哎，所以叫青蛙那个。小哈，来，请问螃蟹的蟹黄是指什么 ？A. 卵巢 ，B. 蟹卵，请作答。蟹黄豆腐堡。恭喜答对。好，关于螃蟹的事情问我就对了。哦，我曾经跟一个很懂螃蟹的人一起出外景，嗯，结果那个人呢，因为一道题目生气，他说他分不出三点蟹跟花蟹有什么不一样。这谁分得出来？哪个？你干嘛自己？你光吃肉，你吃得出来
这是花蟹，这是三点蟹的肉，怎么可能？是你三点蟹壳上面就有三个点呢、啊？不是不是，就是有只吃肉，只吃肉啊，只吃肉，谁分得出来？不可能啊，肉不一，那个嚼劲不一样，不可能。因为奶哥终于醒了，你先把自己先跳出来，太激动了，就是我，他讲间谍，他讲我就知道就是他了。就是他了，对了。那你吃出来了吗？吃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三点蟹它会稍微比较 Q 一点，花蟹的肉会比较弹性。对对对对，专业。对，但是花蟹比较贵，好贵一点。那花蟹比三点蟹比较香，它的那个香味比较香。我从来没吃过三点蟹啊，因为比较便宜嘛，对。你又不是蚕宝宝，对不对？节俭，对啊。节俭，前辈，请问网红扮演的九天玄女最后降落的地图位置是 A 当铺、B 公厕，请作答。降落，降落，降落，恭喜答对。哇，猜对了。这我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我猜是当铺，我也会猜当铺，当铺比较有画面。中华路没有公厕吗？是不是？就是我没看。不要猜，不能这么拙劣，不能这么拙劣，太厉害。来，杨小姐，请回位。越来越难的感觉。来，回应。好，怎么会难呢？请问何者不是鸭血的特性？A. 越煮越硬，质地易碎。B. 切面光滑，没有气孔。请作答。不是，这唯一哥一定会啦。恭喜答对。这样子，我们五题下来怎么办？只有我那怎么样来？只有你错，对、啊，那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像不是，因为就像那一题，他说青蛙撞奶，他说想要错都不能错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是觉得凡凡应该是你从头到尾对他特别有兴趣，大对对，因为他那个太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有循序渐进的？他一开始太照镜，一开始一直错。那个三文鱼，谁不知道三文鱼是什么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一题我觉得那一题我比较不会把它归列在这个间谍里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那我换。可以换，这么容易还可以换？我就换唯一好了。肉哦，大便很多。我觉得很突然，屎很多，屎很多。你会后悔，小梁。我觉得哈，就从刚刚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这样统计哦，里面错最多的其实就是凡凡跟千沛，有吗？好，那千沛的部分我们已经先排除，因为一开始在录的时候，奶哥就说他不是装的，他是天然的。那他从头到尾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刚刚这么简单的题目，我们全部都答对，他还是错，所以他就是从头再弄到尾。你说说看，不是因为我跟奶哥玩这么多场，奶哥就是会马上知道我的反应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小梁哥跟小哈哥要一直 Q 我？我反而觉得他们两个怪怪的，转移焦点。我们两个怪，对，那个熊猫故意写成大象老虎的，我们不讲。他没抽牌啊。日本故意写泰国，因为状态关系，感觉很好，就感觉很热络，就感觉很像赢。间谍就会一直想赢啊？没有，或许他们也不在乎奖金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因为都有钱人嘛。他会不在乎奖金，我最在乎。不要说摄影棚，整栋大楼最在乎奖金就是。没关系，不用这么，不用那么老实。真的，基金是48000哦，好人48000，间谍金只有25000，25000也不错。对啊，有钱都好。最后，如果我抓到间谍的话。目前为止，公积金就已经73000了。哇，就是两个全部要加起来哦。对，73000哦，很多。那你要好好抓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要抓他，好不好？拜托我好好抓，拜托拜托。好了，来，我们进下个单元。好，全体总动员。很简单吧？很简单吧？好，来哦，音乐起下。好，凡凡，好，来哦，音乐请下。好，小梁，叫凡凡来，音乐请下。来，小哈，
音乐起下。你在做复健是？他是这样演的，你回答。你在演什么？我差点以为你三个字是三二一了嘞。我刚刚一度以为也是这样，要不是他最后一个动作是这样，我想说三二一到底是什么？小哈，答案什么？这样子才能是答案。兔女郎。哎呦，兔女郎。来，你看文艺，你照演一遍。好，我用我的再演一次。好不好，你照演，然后照演，然后怀疑我。不要加油添醋哦，我不演我一样。来，我人到位置了，音乐起下。我们来确定一下。对，不要嘴巴别长。狗。哦。那个狗，那个看狗，不是看，那个牧羊犬。对对对，是这样子是牧羊犬哦。我有换位置，我演了两个东西。可是好难啊，这个很难猜，因为我觉得有点难比。三个字嘛，三个字，第一个是狗嘛，啊，第二是羊，狗绝对。而且我一直说我是狗啊，不是啊，我是牧羊犬，然后。也我这边是羊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很难比，不用解释，因为我的这个是因为我这边也不知道的话，他会只能照着你比，对，因为他这个就很像兔子，对啦，对，但是我看得出来这是狗，对，我以为你是兔子，而且他有换站位，两位有吗？哎，我们有杆啊，我们有杆，然后他们杆只有这样，我们有这样啊，对啊，哎，小梁第一个。不难吧？什么？啊，唯一，音乐起下。哦，来，小哈，来，音乐起下。哎。OK 好好来，慢慢来哦，看到没有？会有一点急哦，不行哦，会音乐起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转身，转身，转身，怎么讨论？不要讨论，起来耶！啊？怎么可能？反反，来，杨前辈。你记不起来？来，我演的比唯一还好。对，好，再一次。来，各位准备，音乐起下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画画，画画，第二个字，狐狸。哦。啊？狐狸抓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忘记。两丢。然后最后是这样。明显了。四个字，还有什么呢？画的不多，就那几个。我知道了，对对对对，就那几个。不错啊！再给你五秒，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三。画打，那个打。画。好了。不知道答案哈。四个字。可以的，可以。正确答案就是画蛇添足。三千、五千，这两题全部都加给我们的间谍金龙。玩到我好可疑哦！很明显的啦。最后一题，这个简单吧？不要太多。简单哈、喔，来，小花向后转，来哦、喔，音乐起下。不行哦。几个字。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演得很棒哎，真的怪我。我讲，我觉得艺人啊，表演体真的都不怎么样。来，真的怪我，让我消化一下。消化一下，消化一下。可以了哦。几个关键，来，关键。音乐起下，加油。OK 啊。好 ，OK，OK， 赵岩，赵岩，赵岩。来，唯一。可能他有感觉喽。来，音乐起下。小梁，好字不是好字，来哦，音乐起下。四个字。摸。我演的蛮好的。我应该知道是什么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四个字。油。油。
摸摸开开吃吃，没有这个成语，是不是？不是成语，不是成语。如果我猜对的话，不是成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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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往那方向走。来五秒，你会去跪的。是。来，我演一遍。调整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哦，阿健，音乐形象。你不知道啊？梁鹤群，他还是不知道。回转寿司，对，因为他前面有这样。对啊，可是他是这样哎，刚刚一路过来是这样，他是跟回转啊，打开要吃啊，对啊，没有，不是你最起码你要一个，哎。做泥给你的动作，可是因为这样，因为身份不一样，因为你做那是你是那个厨师做，但我是客人吃，所以你像主观，你就你懂吗？你这样就跳来跳去身份，他们会搞混，很厉害耶，不是？但是就这个就会蛮有 feel 的。最后好好来分析一下，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奇怪是小梁哥啊，因为我刚刚那个题目，你看这题是关键，第三题，因为它是10000块钱。我明明就表演的这么淋漓尽致，我开盖子开两次哎，我现在没办法说什么，但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表演，但是就从唯一扎这样子就已经不对了，因为他这样子不是一个圆圈。可是因为很简单，是唯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小梁是完全没有方向，那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吊诡吗？而且他的奖金这么高，比到后面有点失真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不打不对，有时候就有可能。好，小哈，我跟你讲。我从头到尾就是觉得他的那个什么三文鱼啊，什么东西，然后那个画蛇天主，画蛇天主画，你只要把画跟蛇表演出来就会好了，其他他就漏了那个蛇。但是我刚刚真的理性的分析了一下，嗯，或许他真的笨，真的笨。那但是我又再全部纵观了一遍，我发现只要会马后炮的人。应该就是间谍，刚刚马后炮的人就是唯一。有没有？刚刚已经全部都已经讲完了，小梁哥那边讲完，他说啊，我知道了。他如果早就知道的话，他就会很好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怀疑谁呢？我其实最后怀疑，我还是怀疑小梁哥。你看，他真的很奇怪。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地方很怪。超级激动！不，他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他兴奋，啊，小梁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哈，因为我一开始从头到尾我也是觉得是反派，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错到那么离谱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刚画蛇添足，真的是压倒他最后的一根稻草，最简单的画。画跟蛇忘了无所谓，他就是故意蛇没有笔。好，到底谁是间谍？我们就要分析下来啊。我待会呢，探长就要出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看谁是大间谍。今天的五位嫌疑人，到底谁的表现最可疑呢？好难猜，因为尿多屎多，他大便真的很多，大便又是黄金，黄金很多嘛。哦，对啊，有些比较奇怪，不会这样。也是啦，但是吐司的原因，吐司为什么很有钱？他会吐司，对。所以他每天都吃吐司，对，脸颊啦，老鼠就是那一块很小嘛，所以叫老鼠，老鼠个子很小嘛，所以那一小块而已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画画，第二个字，吃人泥。究竟谁是大间谍？立刻揭晓。我想，其实我们的全员作答很好抓，要抓人。这个单元我是会用这个单元做最大的一个，也是应该讲说实体判断，我觉得不可能是小哈好人，绝对是好人，绝对好人。要开了吗？开好人，小梁绝对好人，他一定是坏人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绝对好人，为什么你表现得这么特别？好特别，哪有特别？我都一直这样，状态很高哎。问这哦，对不起，现在就你们三个，真的可能是唯一耶。可是你这个时候才在泼脏水给我，真的没有可能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本来我是排除焦凡凡，
后来刚刚这一题我是有点离谱到有点怪，而且你们一直讲三文鱼、三文鱼、三文鱼，我反而觉得唯一不是。完蛋，完蛋，要确定哎。唯一好人。哦。道歉。对不起，其实我只是被阿笑远影响，其实我没有在想你。玩到走心，道歉。我没想到你是真的这么老实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也没有想到你是真的屎多。不好意思，好了，对不起，各位，我接受。最后二选一，每次我当二选一时候最难。焦凡们中奖几率会这么高吗？哦，他中过两次间谍。可是我今天很。故意这样子很那个、啊，没有你那个画蛇添足，太让我有一点点，可以，对啊，那个如果还是间谍，杨千沛，如果他是间谍的话，那我真的就又是阴沟里翻船。没有，相信你的直觉，真的，相信你的直觉，相信你直觉，相信你，杨千沛，好人。焦凡凡，你这个间谍也当得太明显了啦，从三文鱼变尾鱼到画蛇添足比不出来，真的要让奶哥不猜你也难呢。恭喜好人们可以争夺公积金啦。真的就是三文鱼，就是你真的从头到尾。我想说换个状态，从头到尾就是放松乱答看看。你知道他有多贼吗？他中间在休息的时候还在那边跟我们讲说，哎，不过其实就算我是间谍，就算我是好人，我也不能跟你们分那个钱、啊。对，楼俊硕玩不过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好人九万一哦，九万一哦，你们四个人如果大家对决跟我赢的话，九万一要带走。对啊，因为哪个猜到了？三个游戏，最这一个前面的那这一个，对对对，好。哎呦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不需要技术，我觉得很好，就因为我刚刚想说，如果三个让我选，我也是选这个，对，因为另外两个你不可能玩得过来，对，太强了，好的开始，真的就是这个，好吧，就他，来哦，神拳黑白切，哈，这个我平常讲说猜拳呢是我最早看出来的，后来有新闻有报道，全世界都一样，男人跟女人出的拳绝对不一样，哦，绝对不一样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然后说不，然后说不，哎呦，白痴啊你！不要被影响，不要被影响。哪个骂我那个感觉好熟悉又回来了，怎么感觉很喜欢呢、啊？对啊，因为每天以前我每天都要听到，不然我睡不着。还想没？小亮以前是我节目制作人，知道。来，神拳黑白切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。哎呦，这个！奶哥，你好了吗？我还没有好啊，我要等他摆好啊。可以吗？确定吗？好了吗？确定了吗？好，要确定哦。确定了吗？你刚刚第一次是放剪刀嘛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呛一下、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是空手回来有没有？我说哇，好吵！你是空手回来，然后你其实根本没有在摆东西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待会那个摄影师在告诉我，他中间他一开始是出剪刀，他中间是不是有换回来，好不好？来哦，一起开，一二三，开！哇！你老实讲有没有换？我是把剪刀故意枪，然后拿回来，然后又拿石头过来，然后又把剪刀拿回来，哇，对不对？对嘛？没有，你真的有拿回来了，有拿回来，但是真的有拿回来，有拿回来啊，不是没动。哦，你还把它想得太聪明了，我把它想太聪明，你把它想聪明，怎么不换？来，什么？还是我们一起？我们三，不要问我，不要想。啊，对，我们就一起指。对，少数服从多数。一起指。二三。好，这你们讲的哦。OK， 大家的意见，大家的意见。哇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少数服从多数。好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好了。我也碰到了。哎，开！顺利！顺利！结果没人理我。不是，因为我看
他拿的动作很轻盈啊，对，很轻盈，破局了，对，破局了，抓到 OK， 对，抓到你，没有魔咒了，我没有魔咒了，继续继续，一平，我以为哪个有看出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哇塞。好紧张，手都流汗、好热哦、不过就剪刀石头不怎么紧张，好有参与感哦。哇塞，真的看不出什么眉目啊，嗯，看不出。一二三，开始 ，Go！你又跟他玩手指头，完全的命运，没有什么，对我就不相信这个还输他。下次玩别的游戏，对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守住奖金，好，别忘了，别忘了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八点，我们抽到红包，王牌决胜局。快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。并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影片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